选战已经进入倒数计时了，近来民进党使用行政资源来为赖清德辅选的状况可以说是变本加厉，许多部会甚至推出很多政策都是来配合赖清德的政见，比如说放宽巴士量表，比如说私立大学学费的补助，除此之外甚至连司法的手段也都出笼了，比如民进党近来借着这个假中国借选之名行司法借选之实，大规模的不符合比例的来对这个到对岸这个旅游的里长甚至是旅行社大肆的增办。民进党这一种利用国家资源来介入选举已经到了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的地步，尤其今天我们要踢爆赖清德自己就是角色混淆，政党不分，选务跟公务不分，借公务行程之名来行选举拉票之实，这一可以说是带头违法。现在整个国家机器都动起来为赖清德来辅选，赖清德这样可以说是带头违法蛮干，这不是信赖台湾。我们要问，现在国家是信赖的吗？好，赖清德被抓包的事件，我们来看，这是总统府的网站哦，总统府网站，我们来看它有三则的活动报道，一则是他出席钢铁工会60周年的庆祝晚宴，这是在去年11月14号。再来，还有出席当代数位教科书国际论坛，标题是副总统盼运用台湾科技产业之力，打造更完整先进的数位学习环境。11月14号，再来，中间这一个是去年年底，也就是岁末12月31号去观赏紫风车剧团客家亲子剧《鱼马》，这个地点还在新北市。这三个活动共同的特点是，赖清德他穿着他的竞选外套，可是他参加的却是公务行程。不要跟我说这不是公务行程，因为这三个行程通通在总统府的网站上，甚至连客委会的网站脸书都有，所以这100%是公务行程，可是你却穿着你的战袍，你的这一个竞选外套过去。这三场活动我补充，甚至还有机关首长一起参与，新北这一场还有客委会主委杨长正陪同，钢铁工会这一场是经济部长王美花陪同，这个数位教科国际论坛这一场是教育部长陪同，教育部长、经济部长、客委会主委通通陪着你穿着战袍在跑选举吗？所以这根本就是党政不分、公私不分嘛，这已经违反行政中立法第13条，各机关首长或主管人员于选举期间，这个应该禁止政党公职候选人或他的支持者造访的活动，并应于办公活动场所之各出入口要张贴禁止啊参与的这个告示。我要说的是，行政中立法13条已经明确规定，你不能透过这些公家机关或他们办的活动来从事选务。所以你这个6月份赖清德就已经公布了，这是你的脸书，6月份这一件外套，也就是刚才穿的竞选外套，就已经在你的脸书上公布而且开卖啊。所以不要跟我说你这一件是总统府的制服啊，就是你的竞选外套，所以你这个明显有违法之余，甚至这些部会首长都有处罚的可能。赖清德党政不分、公私不分，赖清德你只分头发，你不分党政、不分公私的啊。
我要问，如果侯友宜市长不请假，像你一样穿着竞选外套去跑新北市政府的公务行程，请问会怎么样？是不是马上就被你们民进党大肆批判？是不是就有违反行政中立法之余了？所以赖清德出来面对，过去要你请假你不请假，你不请假，现在又穿着你的战袍竞选外套跑公务行程，是怎么样？国家是你信赖的吗？知法犯法，目无法纪，我们认为这相当的不可取，我们要提出严正的谴责啦。我们希望赖清德，你既然不请假，那就请你好好守份纪，不要把这两个角色混淆，而且是刻意混淆，用行政资源，用国家机器来为你辅选。我必须要说，我的结论是赖清德一个字啦，你就是敢，你真的是很敢，你敢说中华民国是神话是灾难，你极尽所能对侯友宜敢来抹黑抹红，你敢去把你的老家盖违建，甚至是说谎，甚至是不去申报财产，你敢用国家机器违法乱纪，莫此为甚。有一句话怎么说，小汉偷看牛啊，大汉你就偷看牛啊，你还没当上总统就已经展现你这种霸道威权的性格，如果你当了总统，那岂不是变本加厉，无法无天，对台湾民主造成威胁跟伤害？如果你会当选，那才是中华民国史诗级的大灾难。最后哈，一样，赖清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把战袍当龙袍啊？穿了以后横行无阻，为所欲为，可恶至极。我们呼吁，请你拿出最基本的民主素养，拿出最基本的道德标准，最基本的礼义廉耻，不要用国家机器打击对手，还浮选自己，这不是美德，这叫做德不配位。民主要制衡，政党要轮替。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